無論在處理這次重大危機，或者繼續履行管治責任，我都會堅守以下幾個原則。第一，堅守一國兩制，維護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權和自由，但對任何鼓吹港獨、危害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絕不容忍。香港回歸祖國22年，一國兩制是維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最佳制度。國家領導人多次表明，一國兩制是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，是國家的長期策略。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國家、香港以及兩地人民的共同願望。雖然香港正經歷風高浪急的困難時期，但我相信只要我們準確地緊守一國兩制原則，一定能夠走出困局。第二，法治是香港極為重要的核心價值，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，我們必須竭力維護，不容有失。法治的多個元素包括人人必須守法、公正嚴謹執法、不受任何干涉的刑事檢控和獨立的司法裁決，都必須受到尊重，不可偏廢。第三，香港的制度優勢是經年累月由不同機構和組織匯聚而成的，它們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、公務員隊伍、執法和監管的機關、公共服務機構、傳媒組織等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保護他們，不容損毀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